所以我只是用诚我的真心的啊、嗯，真诚的去服务人民。嗯，就好像刚才我对记者说，他问我为什么 ESCO 没有选到我，我都讲过嘛，有叫我做，我会用心的去服务，如果没有就无所谓，对不对？我也不接受，所以。之前你们都登出来了嘛，我也讲过同样的话。今天，没有委任到我也无所谓，我会照样履行人民给我的委托，服务他们，啊，出钱出力去服务，直到这一届。至于我就希望有些领袖不要呢，一骗再骗，每次出来，啊，去破坏别人，对不对？就好像。整个政府倒台，西门的政府倒台怪罪到我身上，所有人都知道西门政府已经垮了之后我才退党，对不对？说希望他们不要开口啊，人家讲出口成章，每次出口就是去、描黑别人，这个不是政治，政治呢真心的去做，人民会知道的。我的选区 Fronor 的人民从来没有怪我的，只有一些领袖特定的，我们说看大概 message 啊，很多那就是说特地制造谣言去破坏别人，不要这样子做。我们讲话要真诚。我出来政党，我没有出卖人民，所以你们看到我会继续像以前这样，虽然做行动党的时候一届，我自己可以出七八百钱出来去服务人民。政府拨款我们没有，那时候啊，人民的物资没有钱，我去建给人民一个蓄水池，我可以做到出球坛再参加营业给人民。甘崩特殊送没有路，我自己出钱建路，桥没有钱建，我自己出钱建。在马来西亚历史里面没有发生过，没有一个人民第一次像我这样做。所以人民一次比一次的票给我说，之前我们看到 TAP 从来没有在庄洛赢过，西瓜姑妈第一次赢也是赢2000多票而已，我下来我赢6000多，第二届我赢10多钱，人民看到我会服务，我是真心的去服务。之后选举的时候我也是告诉选民，如果你觉得不会服务的你就不要选他。行动党的人骂我为什么这样子，你要选就选好的这个州议员，不要呢只是用口来服务，真心的去服务。今天我下来我看到这里学校有需要，我就给100钱的拨款。明天如果我的选区还有另外一间，我照样也会给100钱200钱，我自己可以出钱没有问题，我不要骗。现在你问我这个问题，州务大臣会不会委任，我是不知道。如果他委任，他叫我回去做他的顾问，我就接受。如果他觉得不需要华人的顾问也无所谓，我也是做回我州议员到这一届为止。